右下一个牙齿那个地方那个痛啊，我看到那个三峡大坝啊，三峡大坝那个水啊，水啊啊，慢慢流就消了啊，消了啊，消了，那个坝就消失掉了。消失掉的同时啊，上游的水啊，也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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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原来是按预定的计划，三峡大坝被那个废铁摧毁掉，然后同时把那个水也吸走了，上游有好多废铁把水吸走了啊，这样就不至于有很大的，很大的水量从上游倾泻下来啊，这个只有外星人做得到啊。那我们人类是根本做不到这个事啊，根本做不到啊。好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